近几日话题度最高的女星之一就是沈月了吧。从年初的网剧成名之后，沈月的话题度似乎就没差过，不过每次的话题也是有好有坏，有时候也让观众都不得不为她捏一把汗。尤其是最近在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中，沈月的表现更是受到了观众的吐槽，就连剧中的演员都在吐槽她，道明寺，我真是个傻子，我为什么非要喜欢你呢？又土又难看，大饼连水桶腰，还没脑子，道明庄，山菜像头水牛，还有山菜你也吃，别像头水牛一样闷在那里安静吃草，夸则累，丑大怪，不过你这么看真的是非常普通，毫无亮点哦。道明寺，你家在那边啊？矮子群体，他的脸这么圆，不适合空气刘海，你看婴儿肥这么严重，书中分的话更显得脸大，他的脸型要显脸好看很难好不好？就连山菜爸妈也说，我的女儿身高1米6，大饼脸穿了个很大很大的外套，她屁股很大。这些角色在剧中对山菜的吐槽真的是扎心了吧。要说这个角色还真是非常普通，外貌和实力都是很平常的那种，既没有好的家世也没有好的颜值，不过这也是让普通人有代入感的原因吧。网友也说，按照那个剧情设定和女主长相，我也想不通道明寺为什么会喜欢女主，如同被下了蛊，编剧哪来的脸 diss 女主，写的剧本烂得要死。沈月也是不争气，外形不够好，演的也贼烂，还真是互相成就了这部剧。实际上沈月的颜值虽然在明星堆里算不上什么，但是在普通人里样貌真的还不错。沈月招谁惹谁了？在生活里绝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了，身边男同事都会喜欢的那种。沈月也蛮惨的，我之前也狂吐槽丑，但是剧看进去了再看人吐槽。